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小明。今天这几天春花晚上每天都睡不着觉，自从帝王坑被盘了之后，春花看见人家捡了那么多的螺，心情每天都闷闷不乐的，今天都没心情来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话还是把这个水深盘干再说。阿峰开走。遍地是海胆，今天春花没来又亏大了啊！没事，春花不在，我把他带牢了。哇哦，这个声音吧，来了，冰冰，像是一样，跟蜘蛛蟹一样啊！哦对，我本来以为是稻草人。漂亮！哦，这边没水，你看，这边都是鱼缸，来了，有鱼了。这边你看一大堆，一堆，嚯！先抓起来再说。阿星，今天我们这个海胆如果全部捡来的话，也挺多的。海胆不要，拿来干嘛？没有大鱼，我自己都抓一个都不带劲了。走，这边看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，来了。哦，这里。哦，红包，红包。啊，这里。哇哇，红斑，哇哇，在这边呢，哇，那边打完，那边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我天，又是红斑进来，吼吼吼吼，来来来，忙一下，对，那什么忙，那石头忙，石头忙。哇！完了！哈哈！哇塞，这里有一条，你看，这里红斑乌，这个漂亮，来了，直接捡了，不说了。哇，那边打花了，呵呵，这个打花你看，哇，十几公都是大个级别的，红彪彪，张皮，哇，漂亮，底下十几公多了个米一样，阿星今天这个声音就大了，好大了，可以，哇，八爪鱼你看。迷你小八爪，要快点！这个水坑的位置非常低，我们要趁在涨潮之前把鱼全部抓了吧。大的来，小的就不要了。哪里还一直扑扑扑？操，那边花了，扑扑，打花了。这边就是一个八爪鱼，你看，小的，这边没大的，对，没大的。哦，那边有，你看，你看，八爪鱼，你看，跑出来，跑出来。八爪鱼是一窝的。哎，哎呦，又一个八爪鱼。
还是那么大今天。哎呦，是不是里面跑出来的？跑出来的，哪有那么多？哇，今天这个捡的过瘾，这个不是用抓了，是直接捡了，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王涛老师，水就进来了，哇，上面躺一下。OK， 走，开鱼锅。哇，你看，哎。哎呀，今天这个黄条抓了一条，还有这个土鳜鱼抓了一条，红斑好像。哎，我几天有抓红斑吗？哎呦，这边了，在这边了，红斑多了两条，这个是好东西。然后那个四季公也抓了这么多，今天那个四季公直接用剪的，没有用抓的。走，那我们这些小的还是把它抱到水洞里面去。走。这个是他们今天赶海抓的，我今天刚好没去，他们就抓了一条这个黄鲷，我们这边有的也叫黄刺，因为它这个鱼呢，这个肚子下面这个刺呢是黄色的，还有尾巴是黄色的，刚才我杀鱼的时候被我处理掉了，我们今天就做红烧。等一下呀，哇，这样你那个锅皮掉了，哇，不要你弄的。葱花白红烧黄鲷出锅，太香了，今天这个肯定特别好吃，看这个颜色就知道特别有食欲。哇，这个味道，我跟你讲，吃一下，哪里被我弄脱皮掉，吃哪里，是不是这块皮，这块吧，被我修复起来了。哇，这个脱皮的最好，太棒了，吃在嘴里，哇，这个老太棒了，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嗯，好吃。